关心的是，作风向来很低调的瑞典王室，现在怎么会有八卦绯闻呢？瑞典王室第二顺位的继承人，就是卡尔·菲利普王子，他最近传出跟25岁的模特儿，也就是苏菲亚，已经陷入热恋了。只是呢，我们看到女方呢，曾经呢为成人杂志《宽衣解带》拍摄的这些新郎照片，也曾经出现过呢情色真人实境秀的节目，所以呢，如此特殊的背景经历，据了解让瑞典王室实在是头大了。不过呢，卡尔王子并没有出面来承认或者是否认这桩恋情。